好，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cosine x 余弦函数它的反函数。那首先的话呢，我们看看它的图形。它的图形的话呢，这是一个 cosine x 的一个波。我们的话呢，要限制它是一对一，而且映成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些限制的条件。我们来看这边，目前是没有一对一。我们习惯的是说。 放的一对一的话呢，左边这两片一定要只能够留一片，所以我们把左边的拿掉，右边的那部分这边也要拿掉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来，我们把它限制条件杀掉。OK，杀掉了以后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范围是什么呢？这个地方是拍。这边是零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就这么说了。我们的话呢，在零到拍之间。 如果我们给予一些限制的条件，那么这个 cosine x 的反函数，我们称为 arc cosine x 的话呢，就可以存在了。我们的话呢，arc cosine x，我们这个的话呢，同学的话呢，记得我们不要念 cosine 负一，负一的话呢，这个是它是导数是不行的，我们要念的是 arc。 cosine x，好，那我们的话呢，给了这样的限制条件之后，我们的话呢，这个反函数 arccosine x 就有意义了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把一个重要的等式给各位同学看啊。这个的话呢，arccosine cosine x 这个合成函数，我们要很注意的是这个这个式子的话呢，很重要。 它的话呢，可以回复到自己什么样的情况 x 是等于 x 呢？我们只要 x 是在零到派之间，我们可以直接对消恢复原状。再过来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，如果说是 cosine arccosine x 呢，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直接对消呢？ 是可以的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范围的话呢 a r c o s i n e 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它这个的定义域是在哪里呢？它是在负一到正一之间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有了这个等式之后，我们后面的对它做微分就比较容易了。那我们的话呢，顺便做一个例题，让同学来思考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看 a r c o s i n e 二分之一。 那各位同学知道答案多少吗？我们的话呢就来想了，cosine 的话呢是将角度对应到数字，那么 a r c o s i n e 的话是数字对应到角度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cosine 的这个是多少会是二分之一呢？我们知道它是三分之派。那么我们大概介绍了 arccosine 的定义域以及值域。